艺人张智霖4月10日在香港尖沙咀出席赛马记者会，张智霖将在本月28日前往香港沙田马场观看赛事。不知道爱马之人的张智霖自己本身会不会骑马呢？真的是从我会骑马，真的是从拍戏学回来。可是你说学也不是真的是学，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老师去教你。不知道为什么一穿起那个古装就会骑马，然后也会在冰天雪地里面骑。我觉得都现在想起来那个勇气还是蛮大的啊。另外，早前张智霖和太太袁咏仪亮相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袁咏仪更在节目中分享了不少夫妻的心路历程，还表示自己离不开老公张智霖。其实张智霖是不是每次听到亮亮说起往事时都有一种回忆重现的感觉呀？是的，他觉得没我在他旁边做一个服务员他觉得非常的痛苦。对，他是需要人附带的，对不对？就是给他服务的。对，老实说，怎么说呢，我真的是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人啊，以前的事情真的忘得七七八八，只剩下一些片段一些画面。可是你说那些他说了一些以前的一些经历啊，说写信给我啊，那些我完全没有印象。所以现在真的有时候做节目的好处就是把你以前的事情都会让你再重新再想一次，再怎么说呢，回忆一下也是非常美好的。魔方传媒香港报道。